我们家很传统，所以什么过年过节大家都要一起过，过端午节啊、中秋节啊，全部都回来吃饭。因为我妈妈跟我住在一起嘛，所以呢，那个我住在龙潭的弟弟就回来。结果有一次端午节，他不知道讲什么，他说这干嘛啊？过节要大家都要回来是干什么 啊？那我就说，入京问俗嘛。我说这我们家传统就是这样子啊，这是全家团圆嘛啊。你猜我们那媳妇怎么了？什么叫叽里呱啦咯噜咯噜，还有讲了一堆啊。那后来我目瞪口呆，我看他，我说你这讲什么？他说你不是说入京问俗吗？你台湾这么多年，你连台语都不会讲，你。小鱼是厉害，小鱼。他把我马上抓住了，你看。有，我只能说你冰雪聪明，但是呢，方式欠考虑。对，中国传统的方式，我的妈哟！小鱼呢，好的什么呢，你知道吧？他是心无城府的人，有什么就讲出来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就是，没有，好的，我们直来直去。你最初你不能接受，你就很麻烦嘛，人就吓死了。你慢慢的，那个你觉得说，这个年轻的一代有年轻的啊，那你就别去在这种传统里面去，对，日子就饱了，没事。两代人一定是有不容易的地方，一定的，对啊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你手冰冰，冰不冰？你要不要穿衣服？哎呦。吃冰葡萄，对不对？所以吃的冰冰的，对不对？怎么了？我发现我刚刚的忘记放了，好吧，储备。你准备？忘记打吧，那就加盐哦。没有我的调味粉都忘记了，每次都搞的是飞机。鱼香茄子包。他做了一个台湾的三杯鸡。三杯鸡，是台湾三杯鸡吗？你们也是吃？大陆也是三杯鸡啊。他们也三杯鸡一样啊，也有三杯鸡啊，我们从小吃到大的，真的啊，哪三杯？我忘了，酒啊、糖啊什么 whatever 什么东西，麻油 whatever 什么东西一样。他知道的，你猜他们？他会自己去。他们发现这里，他们钻这个洞进去。哇！他们发现，你看。他们很厉害耶，他们每天都有新的。哎呀，宝宝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我们没有给他拿吸管，所以呢，他自己自动处理这件事情。给我啊！来，人家也可怜啊。人家是你不给他拿，人家没办法表达，自己拿。对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是不是要喝就是？他会自己拿，他什么都自己拿。吃饭了就去拿围兜，他到五点半就说吃饭了，五点半，然后他就去推他那两张椅子啊，然后什么都知道围兜，然后就去抽屉拿围兜，什么都知道，一切就绪。有一天让他把他的玩具狗给塞进去，哎呦，玩具狗给塞进去，这三杯鸡，他那个很好玩，这是豆腐。你的史努比呢？拿给师母看，史努比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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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史努比在哪里？史努比，史努比原来在那里，可是你现在放在那边啊。